姬与辋川庄作王维。姬与空林烟火迟，蒸藜炊黍响东滋。漠漠水田飞白鹭，阴阴夏木转黄鹂。山中习静观朝锦，松下清斋折露葵。野老与人争席罢，海鸥何事更相宜。这首诗的意思是说，空林久雨，烟火缓生，午饭做完马上给在东边田里干活的人，广阔的水田飞起几只白鹭，繁茂苍翠的林中传来婉转鸟鸣。身居山中，望着锦花的开落，以修养宁静之性，松下常吃素食，采摘鹿葵佐餐。我已是一个与世无争的村野老人，海鸥为何还要猜疑我呢？再读一遍。姬与辋川庄作。姬与空林烟火迟，蒸藜炊黍响东滋。漠漠水田飞白鹭，阴阴夏木转黄鹂。山中习静观朝锦，松下清斋折露葵。野老与人争席罢，海鸥何事更相宜。